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凸透镜的一些成像，其实凹透镜也一样，画法类似，但是我们待会再说。光线经过透镜折射可以成像，我要知道会成什么像的一个方法是作图法。那我现在的动画给你展示，我的讲义的第72页有给你做说明，但是你就自己看。我现在展示完之后，我就不再另外特别讲画图法。虽然我小时候自己读书的时候，我都是用画图法解决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画图法怎么解决我们的方式。这个凸透镜的成像，好，这是一个中广深材嘛，凸透镜中间比较厚嘛，所以中广深材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那这里有所谓的主轴，有焦点，有镜心啊之类的啊，这个名词我们前面教过了 ，OK。然后这里有个蜡烛会发出光，它会发出无限多条光，然后有经过透镜的就会发生折射，然后在某个地方就会成像。它的光有无限多条，然后呢有非常多条，也是无限多条会照在透镜上，然后就有折射的现象。好，那就会我们把其他的拿掉，就只有这个，这些光都会折射，然后这边会发生成像。然后呢，所有蜡烛的每一点都在发出反射光，然后叭叭叭叭，然后就照亮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只有上面的烛火那一点，实际上每一点都有，要么就发光，要么就反射光嘛，每一点其实都有 ，OK。但是做法是一样的。然后这就是另外一个底下的反射，一样会有成像，然后有成像。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叫做所谓的焦平面，我们国中不讲这个，就是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汇聚在不同的焦点上，点可以连成线，线可以连成面，所以会有个焦平面，有焦平面。我们国中没有教这个，当作就看过就算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刚才画了一个焦平面，这样过来到这边去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的纸屏，这个纸屏。然后就是这个成像，这边就会成像，那就是成像位置在这边成像，你会看到一个清楚的东东。然后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往前移、往后移，会怎样？就是模糊的，有，但是会模糊。但有个地方会最清楚，就是所谓的成像位置会最清楚，在这边会成像。那到底在哪个位置成像？到底会成什么像？那我们就可以用画图法来解决，就是侧面看。OK， 画图把它解决，那就是这里，就是我的成像位置，成这个像，这里的倒立，倒立嘛，倒立的像，实像还虚像？实像，因为光线实际汇聚嘛，所以倒立实像。那我们有无限多条光，可是有三条光是特殊光，我会画，那我就用这三条光来画，实际上两条就够了，两条就会决定好了，但是我会画三条，第一条，平行主轴。会通过焦点 ，OK。第二条，通过镜心不生偏折，在这边就在这里成像，就在这里会成像，我就找到成像位置了，也知道是大还是小，也知道是这里还是倒立了。还有第三条，光可以倒过来走，平行主轴，左边的平行主轴通过焦点，左边的通过镜心不生偏折倒过来，右边通过镜心不生偏折，右边倒过来。通过焦点的会平行主轴，所以第三条线通过焦点的会平行主轴，我就画完了，我就找到成像位置，看得出来是正立还是倒立，放大还是缩小，实像还是虚像，好，所以我看到这里有个成像，看到了一个倒立的实像，倒立的实像。那如果把它移到焦点内，一样发出无限多条光，然后有些光进行就会折射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其他散掉，就看这个，发现它是散掉的，看起来这里好像没有汇聚，看起来好像没有汇聚，但它实际上还是汇聚，可是没有聚在一起而已，没有聚在一起而已。然后呢，这时候移动纸屏，就只看亮亮的，没有成像，没有成像，要用眼睛看，因为眼睛是光进来，你就可以看到东西了，所以眼睛看得到，可是纸呢，遮不住，纸叫做所谓的虚像，叫虚像。进去你就看到一个正立放大的蜡烛，就这边蜡烛像，正立放大像，这是虚像，延长线汇聚叫做
天上那像叫虚像，不是光线实际会去的，叫虚像。啊，一样从侧面观察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也可以画图，平行主轴通过焦点，通过进行不生偏折，左边没有聚在一起，右边延长这一点。哦，这里倒立，正立，放大缩小，放大，实像虚像，虚像，因为它是延长的嘛。OK， 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的作图法来解决，就是我们的作图法来解决。OK， 介绍完。讲义72页有说明，你可以自己看。如果你喜欢，你就学。这是我小时候我读书幼时候用的方法。OK， 作图法解决。凹透镜要讲平行主轴，最上面叫平行主轴通过焦点啊，这一条叫做平行主轴通过焦点，这条叫做通过镜心不生偏折，所以这边成一个像，这个像正立倒立，正立，放大缩小。缩小实像虚像，虚像，因为它是延长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虚像。这边还有一个重点叫做啊，从头出发的折射会经过头，从尾巴出发的折射会经过尾。这条线我会画吗？不会画，不会画。可是它折射，这是我的像，所以它的折射光要经过尾巴，头会到头，尾会到尾。待会会再说一次。所以这有一个。凸透镜成的虚像一样，我们有平行主轴通过焦点啊，这里还有通过镜心不生偏折，这里会成一个像，然后这边底下画的也是类似啊，类似，然后呢，这条光我会画吗？不会画，我没关系，头会到头，尾会到尾，这里的光折射就会到像的同样的地方。所以我就知道折射线这条，我就知道折射线这条，因为头会到头，尾会到尾 ，OK， 就是物的光折射会经过像的位置嘛，从物的这里出发又要像的那个边，就这个意思 ，OK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明白 ，OK， 就是画图法解决 ，OK。